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会整呢个有机嘅炼奶，材料好简单，有机嘅全脂牛奶两杯，同埋三分二杯嘅有机嘅原糖，即系 organic raw sugar。用一个细煲，将啲牛奶同啲糖捞埋一齐煮滚佢。你見到啲牛奶開始慢慢去熱嘅，開始滾起嘅時候咧，就將火嚟到去較細，因為你要燜佢，即係慢慢煮佢，大概要煮一個鐘。咁佢兩杯嘅牛奶咧就會慢慢嚟到去收縮變成一杯牛奶。嗱，睇下個煉奶。你見到佢有啲淡黃色，又開始結結地咧，咁就得噶啦。呢個就係有機嘅煉奶啊！攤凍之後，你可以擺入雪櫃雪凍佢。